全新一支节目《百变智多星》将于下个星期一首播，最新的录音主题《单身联谊会》也让频频传出绯闻的王少伟还有许兰芳罕见同台，引发话题。百变男女有缘千里，由梁鹤群搭档叶新梅主持的全新一支节目《百变智多星》12月25号首播，最新主题是刺激的单身联谊。3、2、1，播！单身联谊会现场邀请了三位单身男艺人王少伟、卞庆华和吴阳，另外还有三位单身女艺人许兰芳、逸轩和云溪，分组挑战意志，答题过程中也激起暧昧火花。用一起倒数吗？就是跟钢铁人一样。还没有约啦。节目一大亮点就是这一对王少伟与最美性学博士许兰芳传了2年的绯闻，难得同台现身。虽然两个人双双强调目前单身也很幸福，但空气中甜甜的互动仍然让电视机前的粉丝一起感染浪漫气息。记者综合报道。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哦。